首个超级女团 2NE1 解散8年，吴玉瑾宣布回归。不过粉丝最担心是主唱朴春的健康问题，但他日前去越南举办个人演唱会时，在机场被捕捉，整个人暴瘦一大圈，似乎是为了 2NE1 的世界巡回才重回巅峰时期的身材。粉丝连连赞叹，记忆中的朴春回来了。